现在新竹市无台型的展演场所，迄个民众想要看台型的艺文演出，抢走的许多其他演出去看。故说市政府也下想要来去筹筹为了3000的观众的客家展演中心。顶边新竹市长林志坚就邀请客委会主委李运德向下去会谈，希望会得到中央的支持，能把乡亲就做的行开一片呢去接触艺文活动的。客委会主委李俊德同新竹市长林志坚涉及以西部台湾馆听几百团去健保客家展演中心的筹备问题。这里会有个展演中心，会有一个大大的像有着那个赛柿饼意象的那种棚子，所以它围出这里会围出一个像伙房一样的一个大院子。客家展演中心安算具体面积是1.7公顷，展演厅设出3000个观众。完工了后，会系土著苗地区生态嘅艺文推广渐渐重提。因为新竹市缺乏大型的那个展演中心，没有办法服务我们的这些我们的客家乡亲。结果我们客家乡亲要看表演，要跑到台北去看，要么跑到台中去看，不能够就近在这个地方哦，我们就可以来服务大家。新竹市这样的一个展演空间，绝对不是只有服务新竹市民，他能够服务的是南桃以及竹苗的这些市民或者是县民，所以这一个计划它将会带动我们整个南桃及竹苗地区的一个客家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艺文的一个推广。新竹市文化局初步估算其展演中心的经费为15亿。客委会讲，这摆计划规模较大，会通宵联络其他政府部门来支持，本计划得积极来实现。回去呢，也会在这个行政院报告，因为这个计划比较大。那么客委会呢，本身一定全力支持，但是这个整个大的园区啊，要怎么样哈来进行哈？那么我们跟志坚市长还跟行政院团队哈啊，也可能包括文化部哈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哈来支持，让这个计划你能够早日实现。为了累积中心未来渐渐同人员的能量，底下市政府都进行客家史料的田野调查，全面的盘点新竹市的客家文化资源。文化局们针对后生人规划推广课程，希望加强客家族群对客家文化的热情同认同感。客家新闻王文尧，新竹报道。